中国，这个全球都在围堵它，然后呢就被发现它其实为什么俄乌战争打了这么久，然后俄罗斯最近在乌东地区有一些进展，所以乌克兰其实有一些辛苦。哇，这么多武器谁提供？中国提供。对，其实美国从这个俄乌战争开始之后，就一直怀疑中国有提供武器。那过去都是一些比较间接的证据，比如说，拍到中国的这个俄罗斯的货轮在中国的北方的港口在那边载货，甚至有这个工具机啊，因为有一些工具机，它制作一些比较军工武器的时候，它需要比较精密的工具机，它是从中国进口。当时还有一些台湾厂商也不小心也中枪，因为那是台湾厂商卖到土耳其，然后土耳其再卖到中国，再从中国再卖到俄罗斯。好，那这次美国提出的证据还蛮明确的，它直接点三样东西：导弹、无人机跟远程火炮。美国的副国务卿说，中国幕后全力提供俄罗斯的军援。这是副国务卿坎贝尔，他说中国总体目标不单是支持俄罗斯，而是彻底支持俄罗斯，
因为企图跟欧洲保持正常外交跟商业关系，中国淡化对俄罗斯的支持，中国幕后全力支持使俄罗斯能重组军事力量，远程导弹、无人机还有远程火炮。因为其实我们都知道，虽然现代战争很多用飞弹，但是其实用最凶的还是炮弹。对，特别是远程的火炮。那之前是北韩支持，但是北韩可能自己军工产量也有限，所以现在就靠俄罗斯，靠中国。因为北韩最近都使用的是大便大便气球，空飘，对，空飘秽物。南韩这一招虽然蛮好笑，但是我觉得还蛮有用的对，是蛮有用，但是你看到天上下大便雨，你的反应是什么？觉得恶心？超有创意啦！对，算你有创意。好，金小胖啊，所以呢，这个是坎贝尔很具名的指控，而且是这三项，这三项。好，所以呢，最近为什么乌克兰在乌东，特别在哈尔科夫那边打得很辛苦啊？那所以呢，接下来，美国总统拜登可能会签署一个命令，就是允许乌克兰使用美制的武器攻击俄罗斯本土。因为从俄乌开战之后，美国一直是反对说，我给你武器，但是你可以在乌克兰境内用，你不可以打到俄罗斯去哦。但是呢，拜登有加了一个弹，说仅限哈尔科夫啊，也就是说他在那边是可以使用。那现在欧洲呢？欧洲是更早，欧洲要提供 F-16 战机使用 GBU-39 雷射制导炸弹，5月25号运到乌克兰了。第一批法国的军事教官已经抵达乌克兰。其实法国对于援助乌克兰一直是采取比较一些模糊暧昧的态度，但这次很明显，军事教官，北约推动取消援助武器的使用限制，就是说我不限制你使用在乌克兰境内了，或英国许可乌军用风暴阴影飞弹轰俄罗斯。法国、立陶宛、拉脱维亚、瑞典、爱沙尼亚、波兰、芬兰、捷克、英国、荷兰、加拿大允许乌克兰使用他援助的武器攻击俄罗斯目标。现在美国也准备要加入，而且比利时最近会有大概三十几架 F-16 的飞机准备要退役了，可能是比较早型的 CD 型的，他也要援助给乌克兰了。所以乌克兰就会又获得了一批这个战力。所以这个时候泽伦斯基当然就要到国外去走一走，包含你看美国这个华盛顿邮报报道，负责外交议题专栏作家伊格纳兹他说呢，美国面临乌克兰战争局势关键抉择，所以拜登考虑对中国企业实施新的制裁，这些企业向莫斯科提供关键军民两用技术。其次，拜登政府考虑解除攻击俄军在室内使用目标的限制，这是我刚刚讲的。那泽伦斯基6月6号要去法国访问，马克龙要宣布对乌克兰派遣军事训练员，那他主要教他什么呢？排除地雷、装备保养，还有有关西方战机相关专业知识为主。法国还会出资帮乌克兰组建一个机械营。那机械营的话，基本上一定这个余将军的专长一定是至少战车一定有，装甲运兵车一定有啊。那其实派军事训练员跟援助更多的武器，甚至派少量的部队，其实只有一线之隔。因为军事训练员，请问他的身份是什么？一定是军人嘛，我不可能派我们去训练当军事训练员嘛，所以就是跟派军驻军派军队其实差不多了。好，这个是知情人士说，拜登指示白宫团队确保乌克兰可以在哈尔科夫使用美制武器作为反击用途，向攻击或准备攻击当地的俄军反攻，没有提到拜登什么时候批准这项政策。重申禁止深入攻击俄罗斯，在俄罗斯境内进行远程打击的政策不变。好，这个命令呢，其实基本上还有很多模糊解释的空间。哈尔科夫是乌克兰最靠近俄罗斯东北的一个大城。他说，我美制的武器你可以在哈尔科夫这个使用，然后往攻击俄罗斯，但是呢，不可以用远程。好，请问哈尔科夫又不是一个有城墙围起来，就很明确的我在城墙内跟城墙外。比如说，好，我举台北，好，你在台北地区可以使用，那台北地区有没有包含台北市、新北市、基隆市，甚至到桃园的龟山都可以？那远程的定义是多少？远程，对，远程的定义是多少？远程可以打莫斯科，是300公里、500公里还是800公里？所以基本上我觉得这是开了一个不是很明显的绿灯，但是就看乌克兰要怎么去运用美制的武器。那所以打莫斯科说没有啊，这没有很远啊，很近，也不过才2000公里而已。所以可以
以这样解释。对，因为他没有很明确嘛，就是我们之前不是在讲说法律要有明确性嘛，对不对？对对对。拜登没有给你很明确啊，对不对？哦，你说反咨询就反咨询，我说进程就进程啊，谁说这个叫远程？啊，有道理耶。就拜登说了算。哦，了解，感谢年晃帮大家解惑。所以他用的这个，哇，看起来好像是这样子，这样子，我对你很多限制，但其实都是开门啦。